Hello，各位马苏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收看我的最新的实况《天才大富翁》。这是一款手机上的大富翁型游戏啊。那因为它是韩国出品的，然后在角色设计上以及画面的表现上都非常的丰富啊。我觉得看预告图都觉得，还有 PV 动画，我都觉得还蛮不错的那种感觉，角色好像也蛮多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玩玩看喽。正在准备比赛场地，阿达啊，他刚才冒出我的账号了。好，二龙，好，因为他要连接到那个居家里。巴黎之恋号，巨大的豪华游轮。哟，神秘的男子走进楼里面，有人对我说话。哦，是新面孔啊，黑色信封，你也是这一次联赛的参赛者啊。还在抛骰子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个神秘的黑色信封，哦，看起来好高大上啊。得了，请选择黑色信封的主人啊。请点击在游戏内要使用的途中角色可以使用变更号。首席魔术师玛丽切斯特，骰子念动术师李文克里斯廷。我觉得玛丽比较可爱。确认，看起来还很年轻啊，应该是第一次来这里吧。啊，对了，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，该如何称呼你呢？我叫做，看看啊，可以打字哦。键盘呢？我的，要叫什么好呢？上右右，上水水，不行，这个要用在女性向游戏的，上。上啊，好，上啊！我到底怎么会想要取这种名字啊？上啊！来，你好，我就上啊！眨眼间，神秘男人已经知道我所有的个人信息了。什么？哦，你的名字啊？不说了，可否看看你的实力啊？别小看这场联赛哦，否则会让你大跌眼镜的。神秘男人好像对我的实力很好奇呢。好，我来测试看看，不要害怕，我比你想象中的要善良多了。好的，大叔，我就相信你哦。在游戏中只可贷款一次，哇，贷款。好，那该看看你的实力了。等等，真没礼貌啊！上啊，是第一次来带到天才大风的吧？我知道你多想赢，但至少要做个堂堂正正的比赛啊。上啊，上啊，上啊！从现在开始仔细听我的说明哦。好，现在好像有1000元。首先看一下游泳的金额。天才大富翁上使用的是名叫 Joy 的游戏币，2亿6000万元。上啊！游戏中进行投注或支付通行费时，游泳金额不足的话可以使用哦。想要参加比赛吗？那需要 Joy 哦。用游泳的 Joy 可以充值参加比赛时使用的 Joy， 让对方消耗所有的 Joy， 让他破产，就算在游戏内胜利了。好，现在有1000万，现在只投骰子看看。好，按咯，来吧，给我个好数字。占领都市，占领都市，到达没有主人的都市，第一个到达空城市就拥有它咯。更高兴的是免费哦，哇塞，连 yes 跟 no 都不用按了，对方到达我所持有的都市就能够获得通行费。 OK， 那这些就跟普通大富翁一样。啊？什么？点我自己？逃离监狱。9。哦，当当。怎么这样？一直好好的被关在监狱里，不用担心。哦，可以支付一定的金额获得哦，这哦，如果投出双倍的话就可以出来。这一点的话，跟那个叫什么台湾的那个叫什么赖
赖的那个什么啊，旅游大亨，旅游大亨好像是一样的，这个点的设定上是一样的。嗯，哦，头三，哒哒，这次获得了休养地，第一个到达的玩家会免费哦。占领休养地。游戏总共有四个休养地，拥有的数量越多，通行费就越高。OK。黄金牛。四。占领黄金牛。哇。通行费提高。占领黄金牛。通行费提高。获得技能卡。哦，三连。使用，来，哇哇哇哇哇，好多！三连续投资，就化持有都市，耶、yeah.，OK。上面的总金额，那大致上的感觉都跟旅游大亨还蛮接近的。如果有玩过旅游大亨的玩家，应该会对这个游戏比较熟悉吧。到达幸运之路，哇哦，分叉路。OK， 好，有两种分叉路的话，哇塞，它这边都是黄色这条都感觉还不错，可是黑色那条感觉还蛮那个的。来，二单头子，哎，获得收管卷，哇哦，获得收管卷，哦，直接这个就是可以占领的吧，直接抢走对方的都市，哦耶，练习对战，好来。来来来，你来，我开始了吧，我等你很久了，对不起啊。占领都市，移动到异次元，捕获双倍投资，占领都市。哦，双倍的话就可以再投一次，用旅游大亨的讲法就是 double。占领都市，不小心透露，算了，偷偷玩旅游大风很久了。刚开始对手就抢走两个都市啊，不，哦，移动到异次元，使用，请选择需要使用技能的对象。嗯，我吗？端音，哎，六双倍投资 ，double， 占领都市，来，再来。占领都市，哦耶！来来来，再来，三，投注机会，来，投注四倍，投资，跟我来，十，光阴，我的回合，捕获。在我的地点前四格内的角色选择一个移动到地点所在，请选择需要使用技能的对象。那就是你了，抓！哇，等下这卡片也太凶杀了吧，直接破产欸。哦，不对，这卡哦，我懂了，因为我现在所在的城市是乘四倍的，所以我把它抓过来，它直接通行费四倍下去。啊、哦，太凶残了！来信件了。你好，又见面了。我们一起去会见胜利的女神，好吗？好啊。大会模式。哦，新手频道。OK。与好友来一场吧。端一端。超级投注，获取奖励。耶、yeah. 哦！这边可以选择哦，设置国旗哦。哇塞，好多国家。嗯，商店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准备了各种好商品哦。好哦，好，我想要去玩大会。大会入场，来。新手入场，新手入场，来来来。个人战、团队战，随机对手。哦，购买道具，嗯，
初次占领城市，可是这会很贵吧？第一个是初始道具，初始金额增加 ，OK。第一回合可以随机获得 ，OK。拥有道具，可是这三个多少啊？你也没有讲金额。哦哦哦哦哦 ，OP OK， 哇塞，这角色好可爱哦。决定顺序。哇塞，三个都韩国人。第四次。三个都韩国人，压力好大。而且他们的角色看起来都好强哦。我才两星而已，他们都是四星的，这不是新手频道吗？这样 OK 吗？还好都是外国人，我就不用担心透露 ID 了。好，我是各位的甜心丽卡热热啦，没有时间了。占领都市。双倍骰子。哇塞，他的骰子好绿，好炫哦！双倍骰子，到达幸运。真愚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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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获得收管卷。什么？占领都市。愚蠢！哎！社会有吗？哇塞，你们骰子好炫哦！真愚蠢！到达幸运之路吗？你不要再真愚蠢了啦，好吵啊！占领空都市，占领都市，占领都市，我要踢你的屁股！我要踢你的屁股！九，真愚蠢！我占领都市，你来！哇塞，我都还没开始就已经真愚蠢！我是个来三个骰子。啊！监狱！啊 ！No way！ 一单头子，占领空都市。占领都市。等下太强了吧你们！哇哇哇！我的打打打！你来呀！哇塞，好凶狠哦这些角色。我觉得我再不出去一定会被一定那些城市都被抢光光了，所以我下一回合我决定要直接付钱出去。刺激的比赛，太刺激了啦。真愚蠢。哎耶，同伴，我的选择逃出方，立刻逃脱，逃出成功。来来来，哪里？哦，黄金牛哎！占领黄金牛。不对啊，我自己又没有饺子，我自己又没有房子。我这提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好哦，有人进入苦难之路了。抓到了！哎，不能再获得收管卷。哦，还有这样子哦。真愚蠢！五单头子。哇塞啊！糟糕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占领都市。Double。占领修养地。他真的好吵哦！真愚蠢！不要再真愚蠢了！逃出成功。好，我决定不跟他同步，我就会疯掉，所以我要跟着喊真愚蠢。啊，真愚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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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痛心费，哦，一亿有点多，三亿，三倍就好了。再来 ，double！ 哦不！收购对方的房地产，收管哦，你来呀，收管多少？抢夺都市，抢夺都市，能获得都市技能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四双倍骰子，新来的挑战者。哦，占领两个修养地，提高哦哦哦哦，被抢走了！哇塞，他只住三个了。
耶，罚钱罚钱罚钱，来呀、啊、来，申请贷款中，破产吧你。他是5000万的，耶、yeah ！你失败的面孔让我很高兴啊！失败的面孔占领都市，很高兴的。哈哈哈哈哈哈 ！Double， 让我很高兴的。他真的好吵哦！我的队友真的好吵。很高兴。占领都市回合。我的回合。是六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哇哇哇哇哇！没钱了。没关系，我直接拿。获得技能卡，明星访问，在5回合内当前所在都市基本通行费。哇塞！吓死了。真愚蠢。十。占领都市。所以我这张就是。直接把自己所我现在在的这个城市直接打，直接把他的房那个通行费再提高哎。好，我等一下决定用一下。这叫黄金牛，哇塞，太恶心了。通行费提高。换我的吗？还没。四。四。到达苦难之路。诶、欸。抓。哦，他完蛋了！我要用移动，我要用明星访问，再用移动异次元啊！他走了啊！移动异次元是选择角色将移动到任意的位置。好，我先用当前所在的都市。新来的挑战者吗？端端，在下一回合才可以使用。哎、欸，新来，好吧。七。欸哦、收收都收，都收。虽然我快要破产了，不过都收。真愚蠢，收都收。真愚蠢。哇哦 ，double！ 真愚蠢。强化持有都市。耶，我们得到了休养地了。五耶！黄金之路，我的队友真棒，虽然他很吵。一单头字，真愚蠢。真愚蠢。十一，真愚蠢。他到底为什么一直干呀、啊？好吵啊！提高通行费，吵死了。吵死啊！我都晒哟。关键时刻，
来是他们两个人的互拼啊。哇，输了！嘟嘟嘟嘟。来信件了。嘟嘟。不要太失望，好吧，我不要太失望。他刚好像有给我什么东西，任务收管成功。嗯，你发送到邮箱。活动，挑战一次。嗯，邮箱这里吗？好多、哦。看看有什么东西。升级奖励高级成衣。黑色卡片是不是就是角色啊？我觉得道具包不能使用。哇！噔噔！真愚蠢，是你！是你！为什么是你？这诅咒了吧？诅咒啊！我不能接受。可怜了你了。